努力，一起热血见证。Emma， 签完之后，再来拍一张。好，再来拍一张。小心小心，蛮帅的，真的真心帅。来，陈翔依依不舍在。这种感觉是，暑假呢，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中暑。然后如果说出去玩，一定要跟家人讲，让家人知道你在干什么。记得要跟家人讲哦。好，等一下下一位接棒。你知道，通常一人要讲一个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接上，而且最后一个讲的比较辛苦，他可能要讲很多，前面都被讲光了。好，就是暑假呢，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，然后防晒一定擦，不然那个皮肤晒伤的话比较痛。对，防晒很重要，喝水很重要。暑假 ，Tandy 抢得快。暑假，开个头。暑假，大家一定都会去玩水嘛。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就是不要去一些就是有禁止。就是游泳或玩水，你敢玩水？游泳要选择安全的场所场合哦。暑假，陈翔也太棒了！暑假，暑假要怎么样？就是到哪边都要小心安全，然后尽量不要去太多人挤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暑假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然后麦克风呢？哎呦，我们麦克风手要往上，手要哎，对，不对，没有。因为你们魅力惊人，你看电流四射，随便电一下，你看我们的音响就发出尖叫声，还不给偶像一个尖叫？最好要告诉我，就是有报备，我们下一次再出去，然后要把暑假作业写完。哦，这个好重要，平常我们都是暑假作业最后一天写，但是现在不行，偶像有提醒，暑假作业要天天写，天天完成，不要最后一天再赶，那很辛苦。好，下一位谁接棒？好，虽然外面很热，可是到室内的时候不要直接吹冷气，这样子会容易感冒，所以不要吹。好体贴哦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哎呦，暑假 ，Ready， 暑假。哎呦，我们再往后一步，你看你们电流惊人啊，多有魅力，我的妈呀！暑假有骑车、开车的，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太棒了，政令宣导了，记得提醒18岁以上才可以开车，然后才可以喝那个有酒精的饮料哦。出去哪里都要跟爸妈报备。还有两位没有讲，现在压力很大。Ian， 你看你电流惊人。暑假，比较好耶。打电动他熬夜哦，暑假要多补充睡眠哦。好，暑假要早一点睡觉，不要。